bound by duty I could honor and obey, but the love I've found is compelling me to serve him from a heart that's been redeemed. I would give my兄弟汤米与布兰登的故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综合格斗选手，但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庭失和，两兄弟分道扬镳。汤米因母亲的离世无法原谅父亲，多年后父亲因为一直无法得到汤米的谅解而自暴自弃，在一次烂醉之后向汤米一吐心中的苦痛。最后看着泣不成声的父亲，汤米决定选择原谅，将老泪纵横的父亲搂在怀中，轻声地安慰他。后来汤米也和布兰登在原本要证明谁是强者的格斗擂台上跨越了长久以来的误会。布兰登向汤米道歉，两兄弟和好如初。人总在错误中成长，在遗憾中学会坚强。尽管人生无法重来，过往的伤痛可能一直都在，但如果我们选择放下及原谅，或许可以真正的释怀，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持续走下去。学会真实的接纳与宽恕，才是真正的勇者。能守护尘世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先听一下广播啦，广播不错，音质还不错。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月9日星期二，提供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从昨天的晚间开始有水汽，因此今天将会是全台湾多云的天气，尤其在中部以北是局部短暂雨，在南部地区则是以零星的短暂雨为主。10到12度，其他地区则大约是13到15度左右。
笑死。中国时报，侯友宜表示不公布就是国家界选。自由时报，绿蓝白全台车扫冲票，赖皮三个团结确保台湾安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的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2024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的关键期，而高端疫苗的争议又再度成为了攻防的焦点。法院在昨天是举行了全院的委员谈话会，其中通过了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提案，在今天也将召开临时会，同时邀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就是否公布高端合约、是否图利厂商以及危害全民健康权益作为主题来进行专案报告以及备询。在这种估后面很难开呀。而针对今天的临时会，都反应过度，都准备了相关的攻防，包含国民党党团根据行政院所公开合约与否会进行的是进行了沙盘的推演，同时也发布了甲级动员令，避免到场好了，到这边数不足。